最新企划，媒体部同仁拍推车影片，这个下礼拜一人找一台车拍推车了啦，你们自己做功课自己拍，看你们要拍出什么样的类型，到最后让全部的观众朋友去这个票选，觉得谁拍得好，下面留言大家就会讲观看数最高的，以后就固定班底了啦。重大的日子来了，对，要干嘛？抽签啊，要现场做签啊。反正就老板叫我们三个一人拍一支嘛。对，芒果哥 ，OPPO， 我是最后一个拿的，我不晓得。就这样，气话对不对？打算怎么上片？插缝器上啊，一次让观众看个爽，看你们拍出什么他妈的大烂片、大废片。然后我们来统计这个，要统计多久？一个礼拜就定生死了啦。好啦，一个礼拜定生死了啦，哈。观看次数、按赞次数，获胜的可以怎样？年终 double， 年终 double。之外再加上开心节目，要不要？开心节目可以不要吗？可以啊，然后哎，你觉得你会赢呢、喔？哦，你想太多了啦。没有，我想要开心节目啊。就这么决定的啦，好，就签下去当艺人了，好不好？那顺便这边募集一下，如果这个有优质的女孩子啊，想要当明星可以来，我签下来。你哎、欸，你不要看到女孩子就觉得怎样哦、喔，哦，小师是不敢的，但力宏敢。好，年终 double 加这个开节目，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番女是什么？推车嘛。都可以啊，喝喂，喝啊喝啊，耶、yeah ！好，这是小师说的新单元，什么要推车，好、欸，他叫我推，也要叫泰山推，好，也要阿呆推，哎、欸，各位观众可以多多支持泰山跟阿呆，让他们有机会对常推车，对对，知道？我帮他们拉个票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台，好，我是老狼推这个老车，你看今天推的是这个立起来的，哈，立标的宾士，本来想要衣服脱掉，会发现还蛮冷的。你看我今天特地穿了，哦，哈。我本来想穿 BMW， 哎、欸，不对，今天不是推 BMW， 所以我就穿宾士的衣服。今天这台1992年的宾士，代号是 W124。哎、欸，这个车当时买这台车可以买将近看半栋的楼嘞，你知道吗？新车价它有分嘛？我记得它是应该是128左右吧。在1992年的时候。对啊。那时候128可以买蛮可观的一间房子的，我记得有几个规格啦，有128的，还有170几的。哈，那时候的引擎的吸数是2.6的，那时候代号是310。啊，带大家看一下，时间有点久了，它你看这漆就稍微有一点点斑驳了。大灯，哎、欸，那时候做起来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哈，这样单啊都外壳镀铬都还在，对吧？叫什么镀铬？对吧？这屌啊！好、哦、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车要几个重点。你看，它的轮胎打到死的时候，你看它会这样歪起，没有歪起，它会倾斜，就是它厉害的地方。我们先看外表，等一下看内装好了。好啊，它这个是有哎、欸、配有一个备胎，它这个的宾士的千斤顶如果一般的不一样。你看，我怕片子太短，我们要拿起来弄一下。它设计的是这个顶在地上，你看哦，哎、欸、这就好省的，这样呢，安尼盖哇，它就会升上来的，有没有像钓鱼有没有？我往上升。来，给你搞，搞嘛不一定有效，因为没人会晓啊。这里把这个盖子拔掉，啊，把它插进去，插进去之后转，车子就浮起来了，厉害了吧？啊、嗯，看到钓鱼啊，哇！如果喜欢钓鱼的人买这个，就回去也可以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，慢慢转。这样。对啊。好、哦，跟一般的就不一样了。那是老旧的千斤顶。对，蛮好玩的哈、哦。那这样把一台车抬起来不会很累吗？不会啦，哎、欸，你知道钓鱼一只鱼那个几百公斤也是拉得上来的。你有钓过吗？我说美人鱼啊，美人鱼不是用那个，美人鱼是要吊钞票的。哎、欸，它都没有生锈的地方哦。其实这个的板件都就用哎、欸，有啦，就是稍微刮伤这样的，其实倒是生锈都还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引擎好了，它引擎啊，它这一个地段拉的时候跳出来，它有这个，你看像舌头一样把它拉出来，你看往外拉，它才可以打开。哇塞，哈，这什么引擎？哎、欸，这直式的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缸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它火星塞嘛，哇，普拉姆有两辆啊，这个不能撑起来哦。什么叫撑起来？这个撑起来。可以啊，这样撑起来。欸、哦。也可以再一段往上啊，可是这个加压了，这个要压下去，这个
要这样。这是老车才有吗？对，那时候宾士是有这个设计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要先用，好，这个先弄，再弄这边。哦，它可以这样，更上面呢。跟它超上面的，整个立起来了，有没有？90度，对啊，九十度，你看一下，对啊。那时候它是可以这样用啊，这个就是卡布雷达的，卡布雷达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在呢？这不是喷射的，化油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现在车没有化油器了。对，现在车都直接用喷射了。其他过程就很简单，你看现在，如果你看还空这样，现在的车都是手要伸进去摸东西都摸不到了。所以以前的车都比较空。简单啊，这都没什么东西啊，对啊。就一个喷水烫，啊，一个背水桶，一颗引擎，好，你看它还是有 ABS。比较神奇的是它，它那时候它做的雨刷只有一只而已，它是一只，它会这样哦，刷过来，它会丢来，就是痛拳一样嘞，就不会扫过头了。那时候设计是这样，蛮厉害的，有没有？回来下车就睡耶。对啊，我主要是我觉得这个内装也很强，你要看一下内装，这么久了还这么漂亮。主要是这个椅子，我觉得这椅子跟沙发一样，知道吗？这个、啊、我有看过哈，比较坐比较多的车，就是里程数比较多的。这架山啊，这线去破去断掉了，浮起来了，可是这椅子不会破，这个才叫做真皮。对啊，你们看嘛，真皮，比我的大腿还硬。是啊，我是没摸过，我不晓得你在讲水哈，想买了哈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看后边啊，这水的哦，有吧？这椅啊，你看啊。这下就跟司机讲走哪里就开了、啊，这枕头可以拉起来。来，我发动让你看一下。Yes、欸。你很赶时间，你好快、啊。哦，我好快啊！啊，这枕头啊，你看这枕头应该是这样。我试一下。我坏掉啊！如果假设你今天坐后面，是不是这样头可以垮掉？啊，阿丽娜，他当时的设计就是说我今天。好，今天要倒车会被挡住，你可以把它压掉。按这个。对，按这一个。你现在几年了？1992年，人家是好的、欸。而且1992年还有电动座椅。啊，对啊，电动座椅。哎、欸，双，前面两个都是哦、喔。你要电动一些，我看一下。前有没有？哇，这个都会动，你看。后，好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躺，有没有？立起来。重点来了，来，枕头，哎，呜、哦，呜、哦，五块钱哦。厉害吧？其实我的车还没有上下，你看天窗，我靠、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还好的呢。老车不死啊，逐渐凋零而已，都是没有人去照顾它。你看遮阳板有3块，哎、欸，它中间这个是要干嘛用？也是挡的啊，因为这个也是有太阳啊。啊，这你看这东西核桃木，哎，这是真的木头，不是贴的、啊。应该是那时候应该都是木头啊，红茶做哎。对啊，对，阿北谁弹的？没啦，连蛀虫啊，僵啊！不会，这个是应该是不会啦。好啊，那时候当时这个是四速的自排啊，这个是脚刹车的，好一踩一放，应该到也蛮晚了才改掉，才改成电子方向盘手刹车。哦，所以这台是脚刹车。对，脚刹车，这边没有，就是其实车没有什么机械化，你看都很简单。它有改唯一的一个比较现代化，可能就换这个 Sorry 的。Sony， 哎、欸，人家厂商不能讲出来 ，Sorry 的。Oh, sorry。 对，啊，这个那时候你看，这个方向盘超大，它还有单颗的气囊，它已经存在那么久，你看那电动车，哎、欸，还很顺，对吧？对。酷吧？我以为1992是转的。转这样？对啊。没有啊，转的是这里啊，这里后视镜，后视镜这个是中转的。哦哦哦。手动的，对，手动的。所以另外一边也要。另外一边是电动的。哦，另外一边是电动的。酷吧？对，这个。哦、下，还有、哦、左，开一台比你老的车，不是很有感觉吗？哦，对啊，很有感觉、啊。你看一下仪表板。哎、哦欸，对，讲到仪表板，你看它的里程数不到7万，最快大概7万的英里、啊、大概也是换成应该14万左右。其实这个车就是老车就是这样啊，当然还是原汁原味，没有什么改装，改装应该也存不到现在，早就坏掉了。其实也差不多，人家就四个车感觉一下。老车就是，其实这个不适合拿来飙车了。当时的马力啊，我记得150几匹而已，158，到现在我觉得应该有120就很厉害了，因为它时间也比较久了。好，上路，上路，上路哈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开一下。其实我们刚开上来去底盘没什么声音了、啊。这个哈、哦，如果开出来慢慢开啊，回头的都是同温层的才会回头，年轻人可能都不会看。为什么？可是如果我会回头呢？哎、欸，那什么车这样？
对啊，因为会觉得很帅。没有，你看年轻人就不会开了。如果年轻人开的话，这种可以你拿把爱掐出来。哦，我可怜。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如果今天年太年轻，开太好的，开出来的话，你有可能是司机。开起来蛮好开的，你应该来开看看才对。没。我开很危险，我先踩一下有没有刹车。有吧？啊，有啦有啦。你坐起来会晕车吗？应该还好吧。我觉得不会，所以它这因为这椅子其实真的很舒服，坐下就会这样稍微沉下去，对啊。对啊。今天太阳好大哦。太阳好大，还好我给你。还好我有戴太阳眼镜。对啊。不然已经逆向冲上去了。而且它不会很陡，为什么？就是它这个做的当时还蛮厉害的一台车啊。我们两个真的很很赞哈，所以我再次拉票哈，帮泰山跟阿呆多多拉票，请支持他们两位，他们对很认真在拍片，对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再次催票，加油！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他这个车真的喜欢的话，真的可以入手。重点是不贵，可是因为它太老了，它就是老车的人就是要爱，你知道为什么没有？不可怜的是爱，慢慢的这边维修那边维修，可是这个乐趣很多，可以自己换地啊，假设水管破掉，可以自己叫一条来换，哎，这个东西不用太复杂了，像现在的车都很复杂，灯泡坏掉自己换都没关系啊，现在的车灯泡坏掉换上去，它还是故障码还是在哦，对哈，有故障对，那要去消这么麻烦，这种车都不会。我有听过一句话，有一句话说什么？不是我喜欢老车，是我喜欢的车变老了。哦，哎，好浪漫哦。嗯，这好像本来是讲在人上面吧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是讲在车上面。是讲到人上面吧？差不多啦，超过了时间了。你确定？我刚才在那边估测人家挑战三十秒要讲完一台车嘞。你们在吗？就是要快啊！我是不是要先去再去估个车？耶、yeah, ，是回来了，天都冷了，外套都加上去了，墨镜可以拿掉了。好，墨镜可以拿掉了，你应该看不到了吧？我想说要这样才会啊，从头到尾都墨镜，结果完已经拍到踢弄阿妈，我不晓得这样到底有没有推到这台车。我觉得，要么就推出去，要么就把它推到谷里。哈、啊，可是这个车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介绍，因为车还蛮简单的。一台蛮机械化，就是要找到他一个爱他的人而已。对，爱他，爱他就是回去他搞不好变得更厉害。他这个整理起来应该蛮有很有味道，记得帮我多支持泰山跟阿呆，再次的拉票。对对对，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好，耶、yeah, 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局。消防局，哎，消防局。那你们要唱一首歌？消防局，我是消防栓。今天挑战闭着眼睛开车，对不对？你要暴露？不要，不要，他不要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